今天给大家切一份醋青花的一个生鱼片，这是刚腌制好的一个醋青花啊。现在我们先把它编排取掉，把翻过来，把它这层软骨剔掉。上面有一层膜的，我们要把它撕掉。好，现在我们将它背骨开一下刀纹，旁边修一刀，翻过来，我们直接给它切片。这就是醋青花的生鱼片作品，每天更新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关注，感谢观看。